收灿，我们遇见到现在多久了？8年多。好久啊。他是一个我喜欢过也喜欢过我的男生。你就是那个拖儿子下水的垃圾桶吧？灿灿，只有垃圾才会往垃圾桶里钻。妈，他有名字，他叫于骄阳。我想好了，我不会后悔的。想没问题，那我后天钱交上去。认真点啊。周灿，这是我们的家，谁赚得多谁就先养家。那有什么问题啊？今天你是发生什么了吗？你别管了行吗？我想知道我男朋友怎么了，为什么不开心，我哪儿做错了？说了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无非是一个人不开心的事，现在一定要弄得两个人都不开心，何必呢？有很多事情我解决不了，你也一样解决不了。我以为是分担，结果居然是负担。经历的每一步都证明了我们用力的认真的全心全意的生活过，所以我们一定会成为更好的人。